用上帝话语，和咱做回来享受福气人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《福气人生》。我是福音教会潘文胜牧师，也、啊、真欢喜甲咱做伙，三甲。通过圣经上的第一位语，咱做伙互相三甲，勉励。 咱要做下来看一位嘅圣经《马太福音》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，伫只记载讲，迄时有带一个翻吊柜，前面挂爱教诶来就近伊，伊就伊可伊互爱教诶讲话，煞会看见，正人拢讲影讲，即、这个总无是代表诶好诶哦，若是法利赛人听见。 就讲，即人赶鬼，无毋是靠鬼王白西伯。也所在因的意思，就甲因讲，见哪国家己争病，为地较爬远；见那城也是家家己争病，的确徛袂牢；若撒旦赶撒旦，是家己争病，伊个国太拖倚袂牢。”实我靠白西伯赶鬼。” 就令主题，赶鬼我克之罪啊！安尼因要语锻恁，读到我克上帝的神赶鬼，就上帝的国已经告恁啦。耶稣伫传福音的过程内面，有赶鬼，有异变。当然，即个中间，通过耶稣所做诶事，逐个人拢有疑问。 耶稣到底是安怎样做？当然，受到伊底的人真欢喜，讲耶稣行新约，总是对当时的遐个宗教领袖，法利赛人，遮个人，因认为讲耶稣毋是正统对会堂所公认诶，即个啊，这些也是先知人，也是宗教家，为什么耶稣会当行遮个遮事？所以因伫迄个中间就讲耶稣。 是靠迄个鬼神来滴赶鬼。当伫即个过程嘅内面，当然伫咱日常嘅生活中间，咱真罕见会当拄到介事。伫顶礼拜，牧师伫教会中间，有一位无队友，是会友带伊来的一位姊妹，啊、嗯，伊真欢喜，毋们有机会会当来认捌上帝，因为伫伊嘅生活，伫伊嘅身体有一寡困难。 就是会去互鬼来伊复身。当伫迄个顶礼拜时，牧师伫伫伫伫教会，啊，他即个姊妹。后来伊的身躯一寡变化的是，回又伫迄个所在替伊祈祷，毋知要怎样，后来牧师去替伊祈祷，在要祈祷的过程中间，伊伫挣扎讲，我无爱出去，我无爱出去。 啊，当当然牧师一定是靠上帝的名来替伊祈祷。啊，当伫祈祷了，后来伊就慢慢平静落来了，后啊爽快起来，人精勇起来，后来就顺速来离开。我呢，会有几个所在，上面怣影，上面感觉真着惊，所以上面我真欢喜。甲牧师讲，讲牧师啊，你实在有够牛，你实在有够厉害，你竟然会当赶鬼。牧师赶紧甲伊讲，毋是。 咱是要靠耶稣基督来做这事，毋是靠咱家己。咱家己并无能力，咱是奉北京圣神的名来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咱都要真明确知影，这是上帝所做。上帝嘛伫这个所在伫看咱的意念，包括迄个河南解复西，的且个姊妹，随从伫咧背后，迄、那个写信的契烂嘛，要看讲咱到底用甚物款的心智来做遮的事。 伫咱的性命内面有，有真侪代志，咱今仔日拢相佮讨论，就是讲人的心思意念到底是安怎？咱的人的心思到底有彼此相佮了解抑无？当然，人嘅做伙常常相佮讨论，特别伫家庭亲子嘅中间嘅关系，咱常常为着即、就是、个代志得伤脑筋。对讲是大人袂当了解囡仔嘅意思，囡仔袂当了解是大人嘅意思。 所以常常会有一寡出入，有一摆我听见一个人讲，伫过年这时，伊家伊个师大人讲，讲啊因为工作的问题，伊袂当转去。结果我听见迄个师大人，伊所应答的，伊所了解的是讲，迄个囡仔无爱倒来，无意思要倒来。哇！咱听见就影讲？即个中间，迄个了解是有出入的。囡仔是袂当倒来，毋是无爱倒来。 做是是大人个了解是交讲伊伊无爱等来伫即个中间，咱嘛发现讲，有时咱做起大人知影囡仔个安全，咱照顾因，所以咱有一寡代志甲伊阻挡，总是囡仔个反应却真受气。常常甲是大人讲，你拢甲我干涉，你拢甲我阻挡，所以有真侪个否怨。所以当逐摆伫迄个过年节，也是有一寡特别个假期诶，是常常是大人甲囡仔拢爱重复。 只要发生这事，互相在猜测你的想法，我的我的想法。所以，当逐北人来讲，若听见伫人的中间咧讲，你敢知影我的心思意念嘅是，哇！这变加做咱逐个人嘅压力。若亲像咱拢毋捌人咧想什么，咱拢毋知影人咧想什么，无咧考虑人,想什,人想什么。那伫即个中间，我想今仔日嘅圣经，嘛咧帮助咱咧，就讲。 伫即个整个诶事诶过程内面，到底逐个人互相怎样了解？即会了解，敢有诚侪真实诶凭证？伫遮讲有人带一个犯着鬼，乡民搁爱告诶人来就棍压缩，啊压缩开医好，互迄个爱犯着爱告鬼诶人，啊伊家己会当讲话，啊哥会通看见。当圣经讲，遐正人拢真怣鸦讲。 即个总无是代笔的好诶哦！伫即个《应答》的内面，表示耶稣伊所做诶事，人皆牵连到伫代笔的好诶。安尼意思就是讲，即、这个敢是迄个要来拯救诶，所以即个连接是真亲密。人无甲耶稣看做啊，普通伫装卡诶一个人啊。听伊是甲即个代笔诶关系，牵连做伙，所以这是真要紧诶一项事，总是法利赛人听见。 即个代志了后，法律上人讲什么？即、这个、人赶鬼无毋是靠鬼王白蛇伯。哇！咱听机家咱也感觉讲太差遮尔多。有人甲即样代志，可能是历史内面上帝大英文甲祝福。有人竟然甲即样代志，甲伊想做是鬼王白蛇伯的做，的做工。大耶说安怎样回应？ 耶稣讲，到到我拿靠上帝神来光鬼就上帝的国已经告恁啦。”意思讲，耶稣所做这事是我靠上帝，毋是我靠人。耶稣是要见证上帝的冠冕已经临到伫人的世间。所以，意思讲，恁要带人来，伫即个中间得到上帝的束缚，得到上帝的意志，这项代志要通过耶稣。 来连接到伫比西啊，受不啊？因为一连接到伫上帝下旨的内面，所以这是一个耶稣伫即个中间所欲表达的一行书。啊，当当然伫当时耶稣安尼做，逐个人一定对耶稣的身份、对耶稣的作为的确有真侪的疑问，因为有讲到耶稣的前。 阿未出来诶！进程嘛是有真侪人，拢有咧做干鬼诶事，啊是讲有做一寡异地诶事，为人讲迄那亲像变魔术，为人那亲像未当承认遮诶人。当耶稣来教位诶时，相信对当时诶法利赛人来讲，因有关联，因嘛会当做这干鬼诶事，总是因起反对，因无承认耶稣会当做遮诶代志。当做代志是一回事。 随从事实上，咱偏过上代只个另外一回所以咱看讲，即个法利赛人为虾米讲个话会遮尔啊，互人感觉讲，伊太袂讲，即个发生诶事是一项好事，为虾物要讲到遐尔啊歹？所以咱就发现讲，法利赛人讲啊，即的确是靠鬼王啦、啊，毋是真正靠上帝来咧行神也。所以应答伫十二章三十五节讲：，好人。 对所接触嘅好，来发出遮嘅好；歹人对所接触嘅歹来发出遮嘅歹。安尼是讲啥物？讲恁讲出来话是遐尼啊，歹听嘅话。刚讲恁嘅内在，恁是一个歹嘅人。第三十四节是安尼讲：，讲得罪人啊，恁已经是歹，兼话讲好话，恁本来就歹。 所以你讲出来的话，就是赫尔歹，因为对心所充满，喙，就讲出。哎，真正伫咱一般嘅生活内面，咱爸有听见有人讲，喙若紧那讲，就是歹话，就是无好听嘅话。好事嘛，互因讲甲变歹事去。所以咱通常咧讲咧批评一寡人，也是讲咧甲因提醒的是，是讲你拢无一句好话。人做好事，也是讲人拄着好诶代志。 你著讲人臭多看，啊若无著是狗屎运，啊若无著是毋知靠啥物关系，啊才得着食的。咱伫咱个环境内面，嘛充满即款的人，常常爱批评，常常看袂得人好。当耶稣的时阵，等耶稣做遮个好事来医治人诶，是，咱看法利赛人，敢是真敬虔的人。法利赛人伫因个中间，敢是真有道德的人。为什么对因个心内？ 对因的喙所讲出来，竟然是赫尔啊有伤害的话，那因到底是知影呀毋知影，因敢知影因所咧讲的是什物。耶稣伫即个过程内面，甲伊讲耶稣知影因的意念，耶稣知影因的心思伫想什物。安尼表示，耶稣毋是啊看外在哪点，就是看出因的内在的问题。 当伫耶稣所做诶，这事，毋是干那法利赛人对耶稣有误解。咱若看圣经内面伫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章到二十一节，耶稣帮助做罪人，所以做罪人拢会挨定停组织。所以地书告耶稣未顾得价，圣经内面讲地九，伊未顾得价。耶稣诶亲人看见耶稣安尼走走藏出出入入。 人若来求帮站，伊就出去。有当时人食饭都无食，啊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都有伊诶亲人出去要要掠耶稣，要要要甲耶稣牵手倒倒来。这个所在讲，因为讲伊是天公，意思讲厝内人抓这讲耶稣到底是欺笑阿、啊、毋是？为什物啊？日光到即种诶程度，家己袂顾得家，干阿咧做遮个代志，伊是天公是欺笑啊？ 另外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家讲，伊是互白西卜附身，伊是靠鬼王来咧赶官鬼，诶，毋拿伊个家庭个人误解，连伫即个宗教人、即个宗教家、即个敬虔个人，对耶稣嘛是误解。咱有发现几行书，那像好人做一个好事，嘛真容易互人误解。当有一寡做好事个人， 伫咱个社会内面，咱嘛是常常讲，迄个人太会做遮个好事，是托个歹去，也是有另外伊个赌博。有当时人做好事，咱嘛会当甲嘛甲批评。有当时咱若做遮个好事，互人批评时，袂安怎才好？有人咧讲吼，你着想耶稣着好啊！你若受着耶稣，讲伊做好事个时，嘛是互人误会，嘛是互人误解，甚至互人讲伊是靠鬼王得加神迹。 伊厝内人都讲伊是起笑的，所以无要紧，咱若是互人批评，无要紧。总是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是，再批评伊遐所有人，因敢是真正歹人。咱若对圣经的内面，对遮犹太人、法利赛人因的背景来看，因并毋是安尼的人，因应该是一个真敬虔，一个作孽。咱若看一寡历史的记载，讲因安怎样过生活，因以前。 用靠团做因的乳法，安尼一代过一代用靠团来帮助因约束因的生活。后来到伫公元两百年时，即个犹太诶立碑，因开始做一寡讨论，讲即个法利赛人留落来教条。啊，后来因就做将做册，后来伊写做密训呐。啊，后来佫陆续有世代诶立碑。 各家咪选啊，甲伊讨论了后，伊编辑，诚侪人会当行，会一寡儒法叫做 Talmud、um。安尼意思就讲，哇，即是人伫不断伫讨论个儒法咧内面，精进，搁再精进。后来，诚侪因好嘅传统，诚侪因生活嘅尊敬，最后变成侪是 Mishnah，就是讲因照旧集，好好伊编排，留了诚侪犹太人，诚侪法利赛人。 因生活诶尊敬等于因诶圣经，都是伫即个内面，咱去发现。当耶稣来到伫因诶中间，耶稣诶讲话对因有几寡提醒，就是即个人后来因伫解说圣经，因伫信仰诶内面，因变成做是非理性伫解说圣经，解说上帝诶概念。有时因是断章取义，对讲因无看前后，因敢若看即节，因着做因诶解说，甚至。 因会变加侪，一般诶生活诶方式，因煞修改定做因诶路法，甚至还阁有一寡部分是因家己想、家己制作出来、家己颁布诶新诶路法，已经离开原基础上帝给因诶十条界，以及伫诶中间诶遐伦咧。无须要讲遮诶意思是，是讲遮个人并毋是凊彩诶歹人，啊是讲平常时都是拢讲歹话诶人。 咱看即个法律赛人是遮么健全的人，总是最后因讲出来话，确实差向尔济。有当时咱咧问讲，因敢袂晓分别好歹，敢袂晓知影讲？耶稣伊所行所做是一个好的事，因敢袂当去理解耶稣的心思意念，总是耶稣知影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咱伫遮要讨论的是。 到底什么人讲的，什物人会解说，才是对的？咱定定摕焊镜、放大镜来去看别人，再会法理赛人嘛，伫看耶稣。掠做因安尼看，因是代表对的一边，总是却毋知影因已经查出。当咱倒等来想讲，咱法理赛人真系敬清、敬清，佮家己已经毋知影到底什物是真理的事？ 看一本、看一部电影，叫做《不可能的任务》。失控的国度。我伫咧看电影里面看到一一段啊，感觉诚有趣味。我感觉即段是真特别。有当时咱家己嘛会犯着即款的错误，讲有一个外勤，的即个职务。后来因暂时解散了，因互收编倒当来做内勤。啊，伫做内勤的,的时，因顶头的人，介惊即个人，伊的心思意念毋知有变节去啊无？ 所以三、不五时，一天嘅内面，有可能两摆，有可能三摆，倒来甲伊测谎，倒来甲伊验啊。看伊有讲白差无，甲伊问一寡问题，要通过迄个问嘅过程嘅内面，看伊嘅流食一寡物件，后来判断伊是无重视嘅人，后来甲伊赶离开，也是讲要甲伊抓起来，总是无拍算。伫即段中间不断逐工甲伊测验，逐工甲伊测验，即、这个、人心内想嘅毋是安尼。 都是喙讲出来是符合顶头人甲测验诶问题啊！伊竟然会当引导甲真好势，啊无空胖互人掠着。我看即这段经济咧时，我嘛有当时咧想讲，咱敢会当训练到安尼？讲白贼，讲甲面拢袂拢袂变色，啊嘛拢袂有其他诶表情，阁互人验袂出、看袂出，咱家己是一个已经两方面无一致诶人，外表甲内在无一致。 竟然会当到即款程度，有当时我都在安尼想讲，遮个法理赛人是毋是嘛变到安尼？因家因平常时的体验，一直无相会上纲，意思讲一直甲上纲，到伫宗教会阶层。所以因掠做因所想的，因所讲的，因所认捌的就对。所以伫平常时生活都习惯安尼，一直安尼，一直安尼，到落尾，因就发现因的判断。 因诶，們人脉拢是无毋对诶，所以当耶稣所,所做诶代志，因判断是毋对诶时，因马上讲，即是互鬼神所犯着诶，即是靠鬼神来咧做作诶事，因却未当看见因家己。像遐咧，姊妹，咱有当时，敢会变成做即款款式诶人？有当时咱毋知影。 耶稣基督所做诶，遮好事已经展现伫咱诶面前，咱却无甲看在眼内。真可惜诶，咱倒转来看，虾物人会当见证耶稣所做诶是着？无输报能看《马可福音》第三章第十节到十,十一节，伫遮圣经讲，耶稣捌医好济济人，地久凡有破病诶，逼我爱要望伊，遐诶邪神一个看见伊，就趴伫伊诶面前。 要求讲你是上帝的囝，即、嗯、里面咧，讲讲虾米？耶稣伫一般人的面前，互人看做是癫光，起笑，看做是靠鬼神。竟然真正个写信，看到耶稣是拍败伫伊的面前，要求讲你是上帝的囝，这有当时对咱来讲，感觉是一个真讽刺。 真讽刺个事，咱一般个人袂当判断，煞都要靠一个鬼神来判断。有当时伫迄个赶鬼个争战个中间，伫熟灵个争战个内面，咱嘛得想讲，咱伫争战个内面，魔鬼的确知影咱个心思意念，咱是真正靠耶稣來,来来来行新约，啊是咱是靠家己个民族，靠家己个开来行新约，莫须相信。 魔鬼的确知影咱，魔鬼的确知影咱后壁所挖开的到底是几罪。虽然边个人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牧师你到底是靠虾物人个溃力？因袂当清楚，因嘛有真侪谣言，甚至因想讲是你家己个溃力。牧师要真清楚，讲讲毋是，连写信都会当认出上帝一囝，耶稣基督。所以伫即个内面。 刚敢若相信会当认捌主耶稣，咱遮正常嘅人，咱遮一般健康嘅人，咁未当有缘强逼落来，会当看见耶稣基督会存在，甚至来见证，伊是真我上帝嘅件。信仰嘅内面有真多嘅书，伫甲咱提醒，唔忙咱倒转来到伫主嘅面前，因为主嘛知影咱嘅心思意念。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，伫遐讲独多些类啊，恁已经是歹，因为讲好话，因为是对心所充满，喙就讲出。伫遮个内面，毋是干凈彩讲讲安尼无代志啊，代志就煞。遮个法利赛人伫正人面前讲，耶稣是靠鬼神的时，因爱为着因所讲出来话，爱负真大诶责任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，请恁斟酌。即项代志讲犯亚人所讲的闲话，伊伫审判日，逐句着说明，因为对你的话要清理做意，也对你的话要依理有罪。请看是怎麽？在咱生活内面，闲话有当时凊彩讲，有当时得失着别人。 别人甲咱苛刻，咱阁感觉趣味，感觉无要紧。啊，话都讲出来，都大家趣味都好。啊，你都受伤嘛无要紧。啊，家己忍耐都好。有当时咱讲话凊彩讲，有当时咱讲话恶白讲，有当时咱是用真严肃。你人指控，讲别人是毋对是的，伊是魔鬼的囝。当伫即种的互相对台内面，像咱无袂去想事，你台都等下想。 耶稣对咱讲的话，咱讲的诶任何话，有一日拢要说明。咱逐句话拢要受到审判。若是你所讲的话是毋对的，你要受到义罪。咱的性命讲话真要紧，咱常常帝讲，因为咱真实对咱的心底讲出来，咱就要用听心讲诚实话。总是伫许讲话过程，随上有真侪。 的技巧是要帮咱咱无地教时，咱无正确的批判，所以当咱咧讲的时，咱都要真注意。有当时好话，煞好人驳倒；有当时讲歹听的话，煞反倒转诅咒人。这什物意思？若是人犯毋着，咱拢讲好话啊，无要紧。迄好人啊，无要紧。有当时伊煞毋知伊家己毋着，后来愈来愈毋着。 但伫即个过程里面，咱就爱帮助即个人。虽然虽然忠言逆耳，所总是咱就爱对因讲。有一摆拄着一个姊妹，啊，阮哋三个讨论一项代志，就是咧讲有一个兄弟，啊，讲真侪无好听的话，啊，对来讲有真大嘅伤害。总是我喺伫咧注意即个姊妹，伊安怎样反应。结果，当牧师去甲安慰诶时， 想讲要甲伊安慰，讲阿要紧啊！啊，伫迄个中间吼，请咱你着忍耐啊。牧师有机会来甲对方讲，毋茫以后无够通过伊个话语来造成你个伤害。结果无拍算，即、這个姊妹笑面笑笑，甲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无要紧，因为吼有可能即、這个兄弟吼，当伊伫讲话时，可能迄个时时阵伊个心情无好，可能迄个时阵伊个家庭拄着啥物代志。” 啊，可能伊对虾物代志有一寡误解，替伊在解释，替伊咧排解，啊了后无地到和迄个兄弟受着人诶攻击，啊是人诶指责，替对方想理由。我想讲，太有遮哩水诶诶心，伫即个人诶心内。事实上，伊所要握嘅是虾物？事实上，伫咱一个信用诶团体内面，互相攻击，并未造就虾物好事。 所以，著亲像耶稣讲诶，若是各家己争辩，到尾啊，只有拍远那听；，既若是家己诶家争辩，的确卡袂牢。所以在，伫即个中间，耶稣毋忘通过伊所面对耶稣，来加做一个正面诶教育。马哥一摆甲咱提醒，马讲伫咱诶生活内面，咱爱常常去注意看别人。 嘅意思毋通去误解别人嘅意思，咱家己心内会当发出嚟好，就对伫咱嘅心内来做一个上对水嘅表达，来做救人。耶稣知影遐法利赛人嘅心意，耶稣嘛知影咱逐个人讲话咱嘅心意，耶稣嘛知影遐攻击咱人嘅遐人嘅心意，所以求上帝亲自来伸冤，求主亲自来判断，让咱台湾人要个。 保持上界水的心，保持上界水的垂，互咱讲出好听的话，三竿阿头来祈祷。主阮诶上帝，感谢汝，互阮伫信仰内面有水的根基，定根伫主的话语。后来咱所阮所生出是一个好的规子，利益正人，会当荣耀上帝，会当利益正人，愿主加庭愿快乐，互阮欢喜为主。 为命来祝福，何大人拢得到大的祝福？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性命。